剧《见幸福》正在热播，最近剧情中开放和斯文曲已经彻底分手了，但他们的分开是迫于无奈。开放依旧爱着斯文曲，并不是真的介意他是否会跟自己结婚，但是为了女儿乐乐不被忽视，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用在恋爱上那么对女儿就会轻视些许。作为母亲的开放既然给不了女儿一个完整的家，再也不敢在女儿分心，因此开放提出分手，但是内心却依旧是在乎斯文曲的。而斯文曲同样无法放下开放，但是两人却没有联系彼此，直到斯文曲的工作出了问题，斯文曲被少少的家人陷害停飞。开放得知斯文曲出事的消息之后十分的着急，第一时间就帮他寻找少少的下落。斯文曲得知很暖心，求开放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却被狠心拒绝了。但是开放虽然没有答应复合，却依旧为了斯文曲的事情尽心尽力。最后开放说服了少少，少少其实还是有点良心的，所以答应帮斯文曲澄清事实。斯文曲的工作得到了解决，经过这件事，斯文曲就更加喜欢开放。他知道开放的心结是乐乐，于是对乐乐各种讨好，甚至还邀请乐乐坐自己的驾驶的飞机。乐乐没有顶住诱惑，和开放去坐斯文曲的飞机。开放告诉乐乐，现在这架在空中飞的飞机就是斯文曲在操作的。乐乐立即觉得很厉害，对着斯文曲也是很喜欢，立马抱着斯文曲喊道：“爸爸！”这下不仅是斯文曲傻眼了，就连开放也没有想到，女儿竟会因为坐了一次飞机就对斯文曲立马改观。于是笑着对乐乐说道：“你可真是个小花痴。”好了，就先说这里吧。如果喜欢，请点点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